王老师为爸爸们委屈虾，陈志远终于找到自己了。男生真的不是情绪处理的一个动物，真的，所以他们会把压力放在心里面。对，一旦有心理创伤的时候，就特别严重。讲我们心里话了，我们找到自己了，那就挂号啊。今天晚上九点，现在才知道。